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。和女朋友交往这么久，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留下过爱的痕迹。室外，嘿嘿，那也不例外。野战不只是室外脱裤子，可手把手教你们。一，野外性爱你刺激，偷看的人也刺激，所以得选择安全隐蔽，不容易被发现，即使被发现了还能及时逃走的地方，比如桥下、树林或者海滩的礁石后面。二，野战不像在家里那么干净卫生，所以要找相对干净的地方，矮草丛或者依靠在大树上。三，如果是有计划的打野战，要带上安全套、湿纸巾，事先事后都用湿纸巾擦擦，或者带两瓶水清洗，怕紧张的硬不起来，那就试试超薄的安全套，增加龟头敏感度，野战更愉快。四，出门在外要注意天气，在晴朗的夜晚，有月光的照耀，再浪漫不过了，可别让一场冷雨坏了你们的好事儿。女生觉得紧张就别硬来，先安抚情绪，再用欲望攻占。